怎么想好了？对，我们离婚吧。给我一半钱。什么钱啊？我们结婚的时候你们家给了10万块。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有什么过分的？婚后财产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我们要分手了，我拿回我的一半过分吗？范红，你知道那10万块钱不是我的，那钱现在还在我们家放着，我连动都没动。可是折子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我的名字不假，但那是老人的钱。我不管，只要写着你梁小天的名字，按照法律规定就得有我的一半。你太过分了。把钱准备好，我们就办手续。知道您对我有意见。其实我爸去世的时候，我特想回来看看，可人家小天不让，所以我也没办法。你回来有事儿啊？我回来拿点东西。哦，家里还有你什么东西吗？没什么了，不过还有几个本儿，哦，还有个文件夹。啊，行，那我帮你拿去。哎，别，妈，妈，您坐着。我自个儿拿。先走了，你吃了饭再走吧。哦，不了，我中午还有饭局，同事们还在等着我呢。哦，那行。喂，小翠，你到花园路来一趟，我找你有事儿，快点啊！
好，嗯。少奶奶，你怎么才来呀？跟你说，你别提了，我今天能来就不错了。怎么了？你不知道，我婆婆她跟踪我。她知道我们的事儿了？不知道。今天幸亏我脑子转得快，给小崔打了个电话。那你怎么甩了她的？我让小崔帮我做的掩护啊。这个老太太竟敢跟踪我。嗨，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啊！来，尝尝，嗯，不错，多吃点啊。喂，红姐。啊，小崔。红姐，麻烦大了。怎么了？我不小心把他给撞了。啊？那他人呢？在路上躺着呢。那你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啊！红姐，我怕惹麻烦，所以我跑了。哎呀，小崔啊，小崔，你让我怎么说你？哎，你给谁打电话？我给梁有天打电话呀。你没长脑子？你现在给小天打电话，你怎么说？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如果让小天知道了，你让我的司机把他麻撞了，以后还有你的好果子吃吗？我脑子全乱了，哎，那你说我怎么办？你先冷静一下，我想想办法。哎，哎，你没事吧？怎么样？怎么突然就恶心起来了？真是祸不单行，我可能有了。什么？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那会是谁的呢？你说是谁的？我的不是你是谁的？你跟小天儿可还没离婚呢。我跟小天已经分居两年了，你不是不知道。看清楚？我怎么没看清楚啊？他我还不认识啊。嗯，妈，以后我们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啊？你说的呢？你的事儿我不管，谁管呢？啊，他今天害你妈，他明天他就得害你。儿子，妈跟你说，你可得小心点儿啊，别让妈替你担心。啊，儿子。你好，我是交通二队的队长，我姓罗，我今天来看望一下伤者。哦，你好，你好，我是伤者的儿子梁小天。你好，来坐坐坐。啊，谢谢谢谢。来坐坐坐。我今天来啊，就是看望一下大妈的伤情，还有就是想通知大妈一声，那个交通肇事案的嫌疑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哎，好，抓到了。哎呀，太好了。那他现在人呢？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个人我们已经批准逮捕了，人就关在看守所。我今天来看望一下大妈的伤情，好进一步对这个案件进行下一步的处理。能不能在你们处理之前，我见一下这个肇事者，可以吗？行，当然可以。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告诉我你叫什么。我叫崔志刚。我想知道那天你为什么撞了我母亲以后，没有把她送到医院，而是选择逃逸。因为我害怕。怕什么？我怕老太太赖住我。难道你不知道肇事逃逸的后果吗？说话。我当时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我想如果抓不住我，那我就能躲过去，可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抓住了。你不知道在这个法治社会有多少肇事者因为肇事逃逸最后被重判的吗？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撞我的母亲。我都说了，这是一场意外。认识范红吗？认识。哦，不，不认识。咱们走吧。你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都给你。妈，我来看您了。妈，你看我给你买的花多好看。妈，你腿好点没有？妈，那肇事者找着了吗？嗯。您什么意思呀，妈？是他撞的您，跟我没关系。妈，你想吃什么？我给您买去。嗯，那要不这样，我改天再来看您行吗？然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您带过来。拿出去。喂，又是你的。喂，猛子。是我。哦，对不起，听错了。你找我什么事儿？晚上回家跟你说点事儿。好吧。8点钟，我在家等你。咱们是不是应该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婚姻？着急了？外面有人了。你跟我说这个，你觉得有意思吗？你要是想好了，我也没意见。说吧，怎么分？你指的是家产啊？没什么可分的。我觉得跟你解除婚约，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梁小天，你可真够狠的。损人都不带一个脏字儿。房子归你，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要说清楚的是，那个存折你得给我。凭什么呀？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当然有我的一半。对，说的没错，但是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打算给你，那是我给我母亲留着养老用的钱，你得还我。那不行。这个钱是哪儿来的？不是你挣的，也不是我挣的。
是我父母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当时他们把这钱给咱们，是为了让咱们买套房子。对呀，那既然给咱们了，那就是咱俩的。给是给了，但是我没有接受啊。你怎么没接受？那个存折一直都在你的手里。哎，你蒙谁呢？我要是接受的话，当时这个钱我就花了，就不会留到现在。我不管那么多，反正必须得有我的一半。没想到你脸皮变得这么厚啊。我的钱你可以拿，随便拿，但是那是我父母的钱，你要是非要的话，您不觉得跟掠夺一样吗？随你怎么想，反正我就是不同意。把存折给我。我没见过。你能不能别这么卑鄙啊？啊，前天偷偷去我家背着我妈偷走了，难道不是吗？行，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明人不做暗事。没错，那个存折是在我的手里，但是我必须跟你梁小天说清楚了，我跟你结婚我什么也没落着。既然你高姿态把这房子给了我，那么这10万块必须得有我的5万块。你要是同意，我们就去办手续。你休想！范红，我告诉你，有些事情我不想跟你挑，我希望我们双方都够理智一些，尤其是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你心里应该清楚吧？你不用跟我打哑谜，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还真是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啊！你少跟我来这套。这钱你不应该找我要，你应该找个姓崔的去要。什么意思？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门口见。记住，带上存折。你想跟我说什么吗？多保重吧。